祝你工作顺利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接着啊，给我媳妇留着。亲爱的，回来了。媳妇儿，送给你的小礼物，放那儿吧。啊？ 怎么不高兴了？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？你最好看，你漂亮，你呀、啊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虾。你说什么？说你闭月羞虾，你好看，在水里你最好看，闭月羞虾。<笑>那叫闭月羞花。啊？我说了半辈子闭月羞虾，哈哈哈。坐那儿。 怎么了？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，卡上钱不对，怎么回事啊？钱不对？不可能，我没动过。你还不了解我，亲爱的。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，我就没见过钱，全是卡。吃饭有饭卡，坐车有公交卡，看病有医保卡，我是被卡住了。 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，我没说卡上钱少了，是多了，多了，多了5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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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胡啊？谁给你打麻将？我是说怎么会多了5万呢？我还问你呢，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有人来，你回来，你告诉我5万块钱从哪来的？我，哎，先开门行不行？ 以后再说。5万，您好，请问这是郭科长家吗？你是？我是老刘，来给郭科长拜个年，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。啊，汇报工作的事情，上班。老刘，哎呦，郭科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给您拜年呢啊！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哎，这我爱人，嫂子您好，你好，泡啥去？好嘞。不是不是。 啊，我让他去。哦，这习惯了嘛。坐。哎，坐。哎，怎么到家来了？哎呀，郭科长，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儿吗？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。有什么不踏实的？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？一直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太好了，那过完年我可就找人开工了。喝茶啊。好嘞。 老刘，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什么？老刘，来坐坐坐。老刘，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。啊啊啊啊！是我是说过。老刘。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我正等着你呢，好人呐！好人呢，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呀？这个，给他吧。你等会儿，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？哦，对了，老刘，来坐。那就看您要多少了。5000。5000。 行了行了，还差仨，5万5，多一个，5万，5万，5万，他要胡，好行，5万就5万，哈哈哈，老刘你自投罗网，给他，来5万给你，嘿，这次算你过关了啊，本来给我，给我5万。 郭科长，您没病吧？你才有病！老刘啊，老刘，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，我当上了副科长。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，我当上了科长。现在我再拿您5万块钱，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！郭科长，哦。 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啊？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，因为什么呀？一个字儿，贪。
你就说钱科长吧，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，是礼就敢收，是钱就敢要，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。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？这就是个狐狸精，这就是个丧门星。我没说你，媳妇儿，你是好媳妇儿，你必须修仙。哎，不，郭科长，你还没说完呢。那个金科长呢？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。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。第一句，郭子呀，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，我答应了。第二句话，不要走哥哥的老路，记住，谁要因为办事儿再给你送礼送钱，你就一个字儿，打。你给我站起来。我没坐着。坐下，站起来。谁让你坐下了？我，哎，郭科长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可打不过您的。不就是工程的事儿吗？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，把钱收回去。好，郭科长，您这什么意思呀？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，可是我还没表示呢。他还没表示呢，没表示啊。你为什么不表示？我不是这么说吧，我都了解了，都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，特别的公正，特别，所以我。你到底表示没有？我真的没表示。不是他。不是他。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？我要。我要你好好工作，钱不要。好啊。真是好领导啊。棒。哎，老刘，慢走。老公，这5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！老公，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，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、不敢贪呢。我本来就不想贪，你说你……那可是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哎呀，谁敲门？你看你吓的那个样儿。哎呀，这是谁呢？请问是郭科长家吗？你是？我是他的新同事，叫小童。小童。郭哥。小彤彤。大郭郭。你俩这是干啥呢？这是。你不知道，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，你要不跟他玩，他就不听你的。来，坐。来来，坐。哎呀。给他冲咖啡，他喝咖啡。哦，好，我不喝，喝了晚上睡不着。啊，没你事儿了。啊，就没我事儿了？啊，不，您别误会，我今天来呀，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。姐姐，转正？还姐姐？是，他转了正，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？啊，不是，姐姐，不，嫂子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。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，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。你看你，你也是说话说不清楚，转正不是你那个转。怎么了？你要转正啊？你要转正？对。那得看你的表现喽。啊，郭科长，我承认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，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，你们都得让着我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。但是后来我明白了，不管90后，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。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。别的表现？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啊？哎，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，身边都是男闺蜜，至今没有男朋友。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，我是说对我表示，就是那种表示。郭科长，您中风了。谁呀？快看，老公。行，别闹，你快坐下，别跟我演戏。我问你，5万块钱。5万块钱？对，为了转正，5万块钱有没有？咬牙也没用，5万块钱有没有？郭科长，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我什么人？
我一直把您当榜样，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。我是苍蝇，我最恨的就是苍蝇。那你别当啊，会上你说打苍蝇，会下你就当苍蝇。我这刚毕业的小姑娘，你管我要50000块钱，这要工作几年，你得要多少啊？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？你别说这个，我问你打钱了没有？给你打钱啊？哼，我就是转不了正，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。你等等，不是他，看什么看？有本事接着说呀。好，那我就教育教育你。坐好了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，反腐力度这么大，你还敢顶风作案？大老虎我是见不着，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。小姑娘，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不是，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。谁跟你一伙的？你看，小童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0000块钱，我们俩也在找是谁，想给人退回去。啊？啊！哎呀，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！我得知道是谁呀！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？郭科长，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、摇摇耳朵，让您出出汗呀！一套一套的。哎呀，你是这谁呀？哎，这里是郭哥家吧？找我。小雨，小童，小雨，小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找郭哥的。找我？啊，您就是郭哥啊？郭，那你就是郭嫂？嗯，又没我事儿了。什么呀？这是我领导郭科长，这才是嫂子呢。是啊，嫂子，对不起啊，嫂子，嫂子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，这谁呀？哦，郭哥，这我大学同学。哦，哎，毕业以后找不到你，你都干什么了？哎，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，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。啊，哦，都谁啊？八戒、沙僧还有猴子。你们是要取经吗？就是因为我们经验不足，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，当时就特别的困难。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后来呢？后来啊。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，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0000块钱。郭哥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吧？就是你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，大学生创业，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，有点年轻时候我的意思啊，我们俩站一块儿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一样吗？我比他亮。哎。那20000块钱起点作用没有？一点作用没起。啊？是起了大作用了。这孩子说话大声气。郭哥，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？什么钱？你没收到。等会儿，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。谁睡了？过来听听，多少？5万。5万，在这儿呢。你打给我钱干嘛呀？郭哥，是这么回事，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，您打给我这20000块钱呢，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，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，往后每一年都有。好，好，财迷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，我不图回报的。不，郭哥，你可真错了，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，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给我的不光是钱，是最大的鼓励。你是我的合伙人，是我人生的合伙人。听见了吗？都听见了吗？说我存私房钱，说我是苍蝇，我是大英雄。小伙子，再也不要提钱了，我一分都不要。我告诉你，今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你郭哥，我永远是你人生的合伙人。太棒了，我都被你们感动了。一个是乐于助人的郭科长，一个是自强不息的好同学，你们俩简直一模一样。不一样，我比他亮。
明白了吧？哎呀，我可能过一个踏实的年了，不，我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。哎，小伙子，都留下在我家吃饭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，新春。